有人下了悬赏令，只要拿着箱子来到西行客栈，就能换五百金砖。不管是住宿打尖儿，还是杀人越货，杀了你！进我的客栈，要守我的规矩。我的人没了，你怎么赔？要钱是要命。 把所有人叫出来，我要好好的问一问。这个不可能。还有一个人，别藏着了。谁呀？偷我箱子的女人。 这戏不对劲儿啊，得照咱们的戏本来。